是我在那个奥特纵看见的，他之前看吃播特别喜欢的这个 Juicy Drop， 就下面有一个管，我先打开一下，妈妈帮你打开吧，好不好？ Here is your Juicy Drop。那我把这个糖这块也打开了啊。It smells like watermelon。Smells good。Smells good。它里面就是这种，拿一个，这已经消过毒了。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糖，它是这个糖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小孔，你就把这个 juice 然后 drop 进小孔里，对。sour 吗？我尝一个。我可以给你挤。好，你帮妈妈挤。挤多一点，妈妈不怕酸。你挤不出来了。You have to focus. OK OK， 很多。来，你在这边，我们 cheers。Can I just like、cheers. drink it? Drink it?有一点酸，它那个糖软糖是甜的，然后这个是酸的。就是小孩骗小孩的那种糖，就吃着玩的那种，还可以。如果是玩玩的话，还可以。吃吧。It's inside. I'm scared of this one. Can I squirt it? Yeah. I'm scared. No. It's fun. Fun. You taste it.有一点酸，但是还可以。我是还喜欢吃酸。我喜欢酸的。那你还要买？只是想尝一下 ，right？ 好吃吗？大家好呀，今天是感恩节，家里没有火鸡，我准备弄半只烤鸡来感受一下节日气氛。现在准备把它腌一下。正好杨娃没吃完的苹果给我掰两块。这个小鸡就要进烤箱啦！跟我姐云视频，每天今天她也休息。我也在家做鸡翅。Say hi。来，看一下我的鸡翅。来，看一下。等会儿啊，我对个焦。嗯。可以可以，挺不错的。这个是网红炸鸡粉。嗯，太恶心了。给大家看包装呀。包装我扔了。对，你捡回来。我从垃圾桶里掏出来，还好没扔到门里面。这个对，这个是小红书推荐的。我买的是蒜香酱油味儿。可以可以，大家可以去买。等一下你吃了，然后告诉大家好不好吃。好的。据说这个不用腌，直接放这个炸鸡粉就特别好吃。我们俩一起做饭。Very good， 好了，我要放我的小鸡肉了。把我的小烤箱打开，小鸡肉送进去。拜拜。
哎呦我天，大家看看我，今天早上准备把这个一兰拉面吃了，虽然卖相有点差吧，不过吃着应该挺不错的。这是洋娃娃的清汤寡水面。娃娃，过来吧，把你的面面拿走吃吧，别撒了啊。拜。今天的晚餐，白菜豆腐汤，实在不知道做什么了。这个超级香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我做的是泰式虾饼，还有一个在锅里的红烧肉，哇，好烫！哎，那好啦，现在差不多该开饭啦。希望大家也能好好吃饭，拜拜。我们经常看到这个，就特别美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我跟洋娃娃的早餐，是买的面包，然后用烤箱又重新烤了一下，看着特别香。然后再看顶楼，终于更新了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我太开心了，吃东西的时候终于有可以看的了。耶、yeah, 赶快复仇吧。然后还有我的 morning coffee。 Cheers。 今天的晚饭，这个是就是我自己随便做的一个茄子，想吃辣的了，里面放了一点绿色的小米辣，然后这个是洋娃娃最喜欢的鸡蛋黄炒黄瓜，然后这个是蒜酱，然后这个是东北人的最爱酸菜炖排骨，这个是洋娃娃他最喜欢的。这边是茄子，他也很喜欢吃，但是他不用吃辣的，我先盛出来给他了。那我们开始吃饭啦，是不是呀娃娃？好，吃饭吧。看着光滑的小脸儿，无惧高清镜头，没有毛孔。大早有一个包裹，好早。
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开个箱。因为我在上课，我连话都不敢说。这个是我在 Princess Polly 买的一双靴子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因为我没有这种靴子。然后今年不是挺流行这样的吗？我就想说买一个试试，给大家试穿一下。现在准备吃点东西，这是我老公昨天带回来的外卖，我煮了一下，看起来好好吃。这是洋娃娃的，不辣的，在上课的洋娃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，准备去做饭了。然后洋娃娃刚吃完馄饨，准备吃一个 ice cream， 这个 ice cream。No， 等妈妈说完。这个 ice cream 是我在H Mart， 就是一个韩国超市买的，它里面是那种豆乳，然后 ice cream 下面是红豆加年糕的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吃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吃豆乳的话，肯定喜欢吃这个，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吃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洋娃娃，甜甜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上面是这种豆乳的，然后挖一下，看它是这样的，它是有这个红豆，然后这个中间是有那个年糕的，就这样。该要啊，晚上好，我到了一个包裹，哎呀，到了一个包裹，耶！这个里面是我在那个 Anthropology 买的，然后呢，正好他们家圣诞节打折，黑五的时候不是圣诞节，黑五的时候打折，我就给我姐姐买的圣诞礼物，然后呢，我自己也买了一点东西。打开之后是这样的，他们家包裹都挺好的，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。他只到了这三个东西，其他的东西都在另外一个包裹里面。我把这个拆开看一下是哪一个。哇哦，拆的还挺正好的，是我的杯子，是我自己买的。我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系列的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，就是是我的 initial L。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杯子，他们家杯子唯一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不能用洗碗机，但是别的我都很喜欢，超漂亮的一个杯子，喜欢。这个是我姐姐和她男朋友的杯子，耶。